黄旗举高。

放咗埋欄噶啦，佢人孖保咧走得好順、喔，咁啊拍咗上嚟第二位咧就係、是、呢匹半霧彩虹嚟嘅，咁啊然後後一少咧仲有嗰匹啊呢、就是、匹金融時代包雙位啊，跟住二碟位有白龍區呢匹灰馬，而家出去外面嘅馬咧上緊嚟呢，有莫特上交，跟住咧伏喺個內欄咧就各今天睇下佢點樣追啦、啊、嚇，咁啊後些少嘅馬咧仲有係嗰匹就係明天一號嚟嘅專一直路嘅時候啦，有人孖保咧擺脱咗糉前啊，跟住咧喺個第二位就半霧彩虹裏面打緊上嚟咧仲有一匹。 郭金轩嚟嘅，外面就白龙区啊，去到最后大约百零米嘅时候，前面咧就斗紧系一匹喜运孖宝，斗紧半茂宠，第三上嚟咧就郭金轩，第一名咧就系、是、呢一匹喜运孖宝到先嘅，半茂彩虹第二，即系而家呢条 Q 咧就系、是、翻版 Q，哇！不过白龙区你睇全程挨嚟挨去，挨挨马啊，咩事咧？冇所谓嘅，有时有啲马热得滞又系嘛？ 紧要嘅，其他马有表现咪得咯。嚟阿郭金轩嗰都好正常嘅，其实。咁你呢条 Q，你睇住呢对马都系进步噶，系咪啊？郭金轩最后呢度都狼狼茫茫咁啊！佢都摆嚟摆去，觉得佢啊啊，真系以为佢可以追到条 Q 噶初时。系啊，你睇下，越追越近噶。宝神姗姗来迟。 哦，郭金轩最后都系五个开嘅啫，睇睇啊嗱，都好清楚。喜运孖宝打跌赢啦，你睇住只马系进步嘅，半亩彩虹又一次第二，因为喜运孖宝嚟到澳门系。

要喺喜雲媽堡後面嘅 p a 位咧，再因為喜雲媽有少少外閃，佢又再轉翻去裏面就，就係嗰下令到騎師有啲猶豫。誒、哎，有時真係冇辦法嘅。啊，人呢啲電光火石，電光火石即係你等於揸車一樣嘅啫嘛，攞咩線咧咁？